在家里边喜欢做饭的老姐妹，由于楼层高水压低，这个水溜非常小，洗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，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安上这款增压的水龙头，这里边是很多很多个小孔，它起到一个简单的增压功能，那么安装也特别方便，只需要把水龙头上面原有的起泡器给它拧下来，拧下来以后呢，我们垫好胶皮垫往里边一放，然后我们直接往水龙头上这么一拧就可以。它呢是三档蓄水模式，三档蓄水模式有打开水龙头以后，这上面有个开关，一档是水柱蓄水模式，二档是水柱和花洒蓄水模式，三档是单独花洒蓄水模式。它呢可以360度旋转，冲洗菜盆的时候特别方便，然后咱们刷盘刷碗的时候它的压力非常大，洗碗的时候特别得劲儿。如果你安上这款水龙头，我保证你会喜欢上刷碗。觉得实用的老铁，下方小黄车就可以购买。安排。